唔好做咁。唔係，你覺得應該係咩嘅準備咧？即係如果準備自己嘅事業基礎啦，咁同埋有曬其他所有嘅屋啊嗰啲嘢咧，都係準備好一個家庭式嘅，即係唔係話好單身寡佬式嘅啲嘢咯。即係我覺得係有咁嘅準備先會去做嗰樣嘢會好啲咯。咁但係你哋身邊有冇一啲好朋友咧結咗婚啊？咁其實都係可以一樣，好似你哋咁樣嘅生活形式啊，咁都唔係太大改變啊咁。有的有的，但是就始终都是有结了婚的感觉的。是吗？我想人的感觉似会结了婚的。但你觉得即譬如说你作为一个 Beyond 的组合，即在现在仍然是要出碟，即然后去周围去宣传啊工作之的情况之下，你觉得可不可以容许你们其中一个成员是可以结婚呢？即在现在这样的阶段里面。即譬如有一天你拍到女朋友拍拖拍得很好啦，咁你觉得可不可以容许你做呢样嘢咧？即系而家仍然系呢个 Beyond 嘅组合嘅时候，我谂阿荣都唔会容许我哋唔容许佢结婚咯。喂，唔得，你唔准结婚，边有咁噶？系结婚系佢哋两个人嘅嘢咁啊，关我咩事？唔关我事噶。佢自己安排得好咪得咯？系咩？你而家已经准备结婚噶啦？唔系，我以为有呢、這个。佢行生仔啊嘛，咁应该讲佢就啱啦。但系行生仔，我谂结婚唔会影响玩 band 嘅。即系好似温娜以前咁样，系嘛？都各自有自己嘅家庭啊、事业啊咁样。但系久唔久又走埋一齐夹 band 啊咁。咁啊，琴日同草蜢倾开咧，原来不经不觉咧，你哋两队组合咧都已经进入咗乐坛十二年咁耐噶咯。系咪今年你哋？十几年噶啦。你哋都系第十二年啊？大家都系。我哋组 band 嘅话咧，都十四年嚟嘅计，系咯，出唱片出咗已经十年，十几年嘅时间。咁其实你哋有冇谂过，即系譬如话嚟紧你哋呢一张唱片，希唔希望有啲咩嘅？喺今年里面啊，即系呢一个香港九七年里面出呢一张唱片，有冇咩一啲好特别嘅方向啊，或者歌路啊，各样嘢有啲咩嘅特别嘅不同之处咧？即系你感觉上面有冇？其實有啲嘅改變嘅，希望啲歌可以我哋自己玩得會比較喺現場，尤其是可以比較玩得接近唱片嗰個版本。咁所以喺歌嘅創作或者編排上，我哋都會作少少改動。咁會唔會錄歌嘅時候都係希望爭取嗰個現場感？會，即係錄嘅時候，譬如話咧一錄咧就希望係成首歌由頭到尾咁樣錄落去，即係盡量唔好夾煙咁樣。我哋希望做到咁實際係咪？實際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到？實際暫時來說做不到。為什麼呢？很難一氣呵成。技巧上咯，技巧最大的問題，如果你技巧夠的，你可以一剔全部彈完，但是暫時來說還未可以做到。但我經常覺得，譬如說一個歌手錄歌，他就可以逐段去，即是可以我先唱第一段，跟著我第二段、第三段，或者我喜歡 jam in 這一句。但是譬如說你們夾 band 去錄歌的時候，通常就盡量希望是譬如說一氣呵成先錄那個感覺會好啲，如果你太斷啦，你將佢斷開曬嚟錄咧，那個一氣呵成感冇曬噶啦，即係你會聽，你事後聽翻，就算你玩得好盡都咧，會聽到你係曾經做過手術嘅。但係你哋係先將歌，即係先將伴奏嘅音樂先做咗，做起曬，然之後就怎淨係做唱啦。咁但係唱嘅時候會唔會自己又彈翻下，即係希望攞嗰個感覺？我哋通常會有一條叫做 guide track 係唱嘅，咁就一齊玩一齊去，成隊 full band 咁樣去曬先，錄曬先，有問題都唔理照錄，咁就慢慢攞啲 pick up 翻啲一啲唔好嘅出嚟改，咁樣去做。咁所以整個過程都咁你唔好嘅又係一樣要 jam in 咁樣錄翻落去嘅咯喎。一樣要嘅。咁譬如你錄歌嘅時候點咧？即係到錄 vocal 嘅部分嘅時候咧？我諗一樣咁錄咯，一樣，但係就唔係有彈緊樂器咁咯，真係錄㗎。我以為你話咧樂器照彈，不過就唔收聲，然之後把聲咧就照錄落去，咁唔得，好高，唔得，咁樣唔得。今次呢張唱片個製作嗰個進度點樣？即係會唔會係好耐啊？又要話耐一啲，我覺得，因為夾咗咧新年假，係新年咧會好多人休息啦，又我哋監製咧需要翻美國去同家人團聚啦。變咗休息咗成十幾日喺嗰度，咁即係都會有少少阻住個進度。咁有冇你哋自己都利用嗰啲時間自己去製作一啲嘢？過年咯，做過年嘅嘢咯，去拜年啦，拜年嚇，咁啊同屋企人食飯。裡面有啲咩？其實咁都好嘅，因為咧我發覺咧翻嚟之後咧唞咗個零禮拜啦，翻嚟之後錄啲嘢咧係真係即係爽啲嘅，即係好少有一個咁長嘅假期，你即係話。
可以，即係好少會啊錄錄啊音停一停，跟住放十幾日咁樣咯。咁但喺碟裏面咧，即係我哋暫時聽到嘅歌就唔係好多啦，一兩首啦。咁但係其他嘅歌係啲咩？有啲咩歌曲可以提下，或者你哋每一個人中意嘅歌曲係邊一首啊？咁咧最中意我意思，唔一定係而家主 pick 嗰只，唔一定係預備。其實我哋出得碟咧，啲歌都好中意嘅。係啊，咁個別咧。或者我提下即係純音樂啦，因為好多歌迷咧就好希望我哋唱片裏邊咧有啲係靜音樂嘅作品啦。咁、我呢次就滿足下佢哋。點樣純音樂化？即係 instrumental 嘅歌啦。有係幾長，因為係一個過門。幾長下嘅嚇，5分幾鐘。五分幾鐘係一首歌咁樣。咁係一個開段加尾段啦，咁定係就淨係就一隻歌咁樣，五分幾鐘嘅一個個別嘅只歌。係點啊？淨係喺度 jam 咯喎，邊個作㗎只歌？阿坡寫嘅，系咩走咩邊類啊？邊種嘅老師？好難形容。我諗如果你係去聽嗰陣時候，你當係一個你自己幻想嘅畫面，似係一啲 soundtrack 啊，係 soundtrack 啊，哇！咁咪好多 effect， 幾多嘢㗎？就唔係話 effect 咯，但係好多嘢嘅，幾沉厚下嘅個底度。不過我相信玩呢一類音樂，如果係 live。即係玩 live 嘅時候咧，就會好玩，即係純粹淨係玩音樂。咁阿嘉強咧，你自己中意邊首啊？邊首作品即係可以值得一提嘅？我提嗰首就即係比較少有嘅啦，喺Beyond裏邊比較少有嘅作品咯，麻醉咯。因為我覺得自己寫咗呢啲歌，但係又好似好少喺Beyond度可以發表得到咯。咁今次可以有一個機會咁，但係。嘗試性質嘅咯，我覺得嘗試出嚟又幾好啦。係點樣嘅形式咧？比較低調啲嘅一種音樂方法咯，同埋會唔會係非商業性少啲 commercial 嘅？可以咁講嘅作品，所以就未必可能係主打嘅作品。係啦，唔會係主打作品嚟嘅，係你自己創作嘅。咁歌詞咧？歌詞係 Wyman 寫嘅。係。咁啊，系咪寫唔寫到你嗰個感覺？都寫到嘅，寫到嗰個效果咯嚇。好似麻醉自己，好麻醉自己咁啊。咁喺 band 房度玩歌，咁阿波你自己咧？我其實好多隻都好中意嘅。咁其實麻醉我都覺得好中意嘅。頭先我榮哥就講一隻純音樂啦。咁有一隻叫遊戲啦。咁我自己本身都幾中意，因為只歌嘅處理手法係幾特別嘅。我哋又好少做啦，亦都係，同埋好簡單嘅，得四樣樂器咩都冇噶啦，就係得咁多吉他、bass、鼓咁樣，就做特登去，好 acoustic 咁樣。嚇！但係就雖然係用電嘢，但係將全部係唔用 effect 嘅，係好少 effect， 甚至乎 vocal 啊，所有和音都係用加少少啲啲，輕輕嘅 effect， 咁成個底。咁係好似真係好似拎部錄音機咁樣去齋錄咁樣嗰只喎。係啦，冇錯，即係出嚟嗰個感覺好好咯，我仲。但會好 dry， 即係好乾。好乾。好乾嘅感覺。好近，好乾啲嘢，即係嗰個定位咧，嗰啲 high five 有叫就會好準咯，聽出嚟。因為通常即係如果你話一隻歌，尤其是即係組合咁樣錄完出嚟咧，如果能夠。加多啲效果，感覺又好似好完美喎。即係如果你話咁乾啊，咁少嘢喺裏面咧，就好似感覺好似係咪爭減啲？我哋唔係加嗰啲效果，係減啊嘛 ，cut 嗰啲效果。但當年收聲嗰陣時咧，將嗰啲麥咧都對到好近啲樂器。咁咪好噴麥咯。好似做節目咁樣唱歌。咁又冇啦，梗係唱嗰陣時小心啲咯。咁但係如果我想象到，如果你係唱 live 嘅時候，呢啲咧一定要全場啲觀眾要停曬，唔好拍掌住，要靜啲。如果唔係咧，就聽唔到嗰個感覺。嗱，你聽下咧，近期咧喺我哋榜上面都佔一席位嘅呢一首《預備》啦。咁其實呢一首歌你哋又點睇咧？即係阿嘉強寫嘅，你自己講翻好嘛？輕鬆小品咯，一啲情歌小品咯，即係覺得同埋係比較英國式嗰啲 beatbox 啊。咁樣嘅方法處理啦，即係多 chorus 效果啊咁樣，即係希望係玩得舒舒服服咁樣一隻歌啦。亦都係即係聽落去好容易接受嘅嗰個旋律啦。咁啊，林夕填詞嘅呢一首叫做《預備》啦，我就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，可以同 Beyond 傾下偈嘅。答半之後嚇，果之後咧，你滿唔滿意呢一首歌出嚟嗰個感覺，同你原先諗個效果咧，即係滿意。好滿意啊！做到我想要嗰樣嘢咯。即係話都好 OK 噶啦，因為有啲通常錄完可能會唔滿意。編曲啊嗰啲嘢嘛。譬如話成個感覺咯，最原始同你最初諗過感覺係咪？似嘅，似嘅，係我想要嗰樣嘢嘅。不過第一次試嗰陣時就冇咁似嘅，咁然後改咯，慢慢整翻
今次是最接近的出来的，最接近的。但是录得耐不耐呢这首歌，即是搞录音啊制作这首作品的时候。都很快的，不是很耐。一两次搞定。冇中途停了又再休息是吧。不过我们现在停一停先，两点半新闻之后再跟你聊天的。嘅交通特别报告就 Beyond， 咁啊呢首歌就同头先嗰只咧就截然不同啊感觉，呢只就好，我觉得呢只歌咧就好好 typical Beyond 嘅风格，即系吓，即系因为呢只歌嘅感觉好强烈 ，Beyond 多年嘅特色都系喺呢度里面。咁我哋咧电话里面嘅朋友咧就可以同你倾电话啦，同埋咧可以得到你哋三个签名嘅海报。咁呢张海报我而家仲未见到，因为仲未有嗰张碟喺度啊嘛。有噶啦，有噶啦。有噶啦吓，咁或者你几位咧戴上 headphone 吓，咁我哋听一听。想同你倾嘅朋友咩问题啦？喂，喂，你叫咩名啊？系你啦。喂，系你啦，你叫咩名啊 ？Vivian 啊。Vivian 啊。系啊。系，咁 Beyond 佢哋喺度啦。咁有咩问题呢？三位你哋好。你好 ，Vivian。咁我想问翻你哋先咧，你哋最近咪去咗香港大学咧？咁讲咗个普及文化嘅 talk 嘅。系啊。咁你哋会唔会觉得咧好有代表性感啊？代表性。我觉得喺度讨论嘅啫，都唔系话特别有咩。咦，你有去睇个 talk 咩？有啊。哦，点啊？你觉得佢哋讲成点啊？讲成点啊？因为我听佢哋唱歌就多啦，未听过佢哋讲上讲 talk 啊！真系讲真，都系讲翻佢哋一贯作风嘅嘢咯。啊哈，咁啊，觉得佢哋有冇见有冇见地啊？讲啲嘢。当然有啦，都有啊。呢、這个最 talk 得啊，三个里面，三个都 talk 得，三个都得系嘛？系啊。咁啊，其实主要嗰个话题系讲及啲乜嘢咧？内容，即系你三个啊，嗰日发表嘅内容。普及文化，讲下香港嘅乐坛啊，流行乐。除了你哋仲有冇第啲即系歌星？得我哋啊有啊，黄志忠同埋一个教授咯，佢音乐嗰边嘅教授。你系咪同学嚟噶？即系你系呢间学校嘅同学定点啊 ？Vivian， 我系啊。哦，所以你睇咗呢个 talk 系啊。咁你觉得 Beyond 啲歌点啊？最近只碟吓，都好即系好似一贯咁样咯。第一次听就有啲怪怪地，跟住越听觉得越好听。多谢你。系咩？你一路觉得听佢哋歌怪怪地咁样？唔系，即系第一次听咧，往往都系会觉得怪怪地噶。系咩？尤其是以前佢喺电视台嗰阵时咧播第一次咧，电视台啲人 cut 到佢哋啲歌咧，即系体无完肤。系咯系咯，咁就会觉得更加恐怖咁样咯。咁但系听你即系听翻，即系听翻只碟越听越耐，咁咪觉得越好听咯。嗯哼。同埋另外想问一下佢哋咧，啱啱十七号嗰个表演咧，那个 live show 咧，咁觉得满唔满意啊？满意 ，OK 咁但系觉得够唔够喉啊？够喉就成日都唔够喉噶啦，但系我觉得短短咁大家聚一聚玩十五只歌咁，我觉得都差唔多咯。咁嚟紧会几时有 live 嘅 show 啊？几时会有呢？知唔知啊？唔确定。唔确定啊？吓会唔会再搞？即系今年应该会唔会搞一啲大型啲嘅演出啦？咁你好大型嘅咧，我谂就暂时唔会有住咯。但系我哋会争取一啲小型、中型嘅场合去玩多啲 live 嘅。大型嘅场合，我谂你都 book 唔到噶啦，今年。系咯，我哋 book 唔到啊！大时代啊嘛。好啦 ，Vivian， 我哋送一张咧，佢哋三个签名嘅海报俾你。可唔可以问多条问题啊？啊好，再问下。咁问翻佢哋，咁 concert 咧会几时有声气开啊？再开啊？出年先咧，出年先啊，咁即系今年一定唔会噶啦，吓好啦，多谢 Vivian， 多谢你，第二位朋友啦，喂，喂，系你叫咩名啊？Angela， 系啦，咁你咩问题问 Beyond 咧？同台湾 fans 问噶，啊，点样？台湾 fans 问，系台湾 fans 问啊，帮台湾 fans， 点解你会有台湾 fans 啲问题嘅？吓，佢哋成日打电话嚟问我嘛，同埋代理人你系，即系你系 Beyond 嘅发言人嚟噶，系咁讲。我哋成日问咧，话嗰啲，咁你用国语问翻佢哋喎，咁先似喎。哎呀，咁讲国语啊？吓，佢哋问咧，嗰啲 fan 级嗰啲会信咧，点解成日都咁迟？即系冇咯，系。哦。系咯？点解啊？点解啊？点解啊？你有冇问过台？佢哋有冇问过台湾 fan 级负责？唔系啊，佢寄香港嗰个 fan 级啊。点解唔寄翻去台湾嘅 fan 级负责？台湾佢哋冇啊话。哦，台湾冇一个 fan 级嘅组织咁样噶。唔知啦。系咪啊 ，Beyond？個大機大會喺香港啊，主要喺香港嘅基地咯。咁佢哋都有啲個別自己搞嗰啲。但係係咪有幾位嘅執位係幫你一路做緊嘢，抑或點㗎？因為大家有㗎，但係就都係自愿性質咁樣。哦，咁你要反映下啦。反映即係佢哋回信遲係咪咧？
咩回信事啊？即系你话台湾 fans 啊，回信同埋即系，我谂唔单止台湾嘅，香港嗰啲回信都系咁上下。系系差唔多入会先有回信咯。所以你解释俾佢听咯。我有解释。你都系你应该系会员啦，系嘛？当然。系咁，你系会员嘅话，你其实你都唔系成日收到回信嘅啫嘛。咁你话俾佢听，因为可能。fan club 嗰度佢哋唔系咁多时间可以做到咁多嘢，因为佢哋业余嘅啫嘛。嗯，大家要耐心啲等下。因为你系啊，系因为我攞咗佢噶，唔会啩？咁呢个你咁你哋之间有沟通嘅。咁我想问阿 Paul， 你收唔收我张卡啊？生日卡咧？Angela 吓，唔系啊，系佢哋台湾 fans， 台湾 fans 同埋我一齐整嘅系。系点噶？等你等佢记下系点样噶？吉他咯，吉他做封面咁咯。吉他，我谂我收到嘅。欧荣同埋加强嗰生日嗰时都有噶，欧荣嗰个系挑黑嚟噶。我觉得你哋冇理由掉咗人哋信。系啦，我哋唔会掉人哋，我哋一定收到。一定伤起佢，我觉得。系啊，台湾边寄过嚟噶嘛？你叫佢哋放心啦。我有时间联络下韩国啊，或者日本啊嗰啲咁样。唔该你。做下呢个国际会。搜罗下。系搜罗下。咁我想讲只碟啊，得唔得啊？哦，要快啲啦 ，Angela 吓。哦，好啊，好正嗰个下一个咩画度咧 ？Stop 嗰度，即系最后 Stop 嗰度咧。系好正，好中意。突然间突停咁样。系啊，好正哦。停咗之后先觉得好正。唔系嘅，都无啦停咧，好 rock 噶，喺巴度听。系咪以为 cut 咗条线？以为部机坏咗？我唔会，肯定唔会啊！呢啲系你哋嘅惊喜，一定会有嘅。呢啲先正好多。你收到啦，即系你中意部机停啊？唔系机停，唔关事。我知，即系只歌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好啦，咁我哋俾机会第三位朋友啦，好嘛？多谢 Angela， 拜拜。喂喂，系你叫咩名啊？阿怡啊，系咁，你有咩问题咧？我想问世荣咧，咁。Beyond 好多時吉他譜就有啦，出面琴行可以買得到噶嘛。咁有冇出過鼓譜啊？冇啊，冇啊。因為我哥哥咧，佢同佢啲 friend 夾開 band 咧，好多時咧好難捉到個鼓係點樣打，即係譬如玩你哋啲歌咧。咁因為你聽多啲咧，聽多啲，聽熟啲咪得咯。佢試過即係佢試過喺 CD 度聽出嚟，但係跟唔到咯，同埋唔知你嗰個 format 係點樣打咯。咁你可以出啲古集啦，出譜咪出啲集咯，即係。係咯，即係最好你盡量快啲出。你好啊，即係如果係有咁嘅需求嘅話，我做一啲古譜俾大家參考下。係啊，同埋因為我前幾日就寄封信俾你哋，咁如果你可以咧，求其整幾首歌嘅鼓譜俾我過嚟，係做就唔好求其啦。我覺得要好認真做呢樣嘢，而且我覺得唔係淨係俾你，應該係多啲歌迷可以受惠，係嘛？因為據我所知咧，嗰啲樂譜咧就有兩種咧，即係一種就咁 chord 譜啦。咁如果話通常有埋鼓譜啲係整過嘅 full band 嘅總譜，總譜啦，所謂咁就總譜裏包括咗所有嘅嘢㗎啦，即係唱歌啊。吉他、bass 啊，同埋鼓咁樣，咁好少話即係淨係得嗰只歌。不過好似好少 group 即係會即係出翻啲琴譜啊、鼓譜啊，咁好少嘅。尤其是香港更係咯，你可以做第一個啊嘛。試下，嘗試下。好啦，咁阿怡，我哋送一張 Beyond 嘅簽名海報俾你。同埋我想讚一讚佢哋今次只碟咧，嗰首《誰明我名字》咧，個構思好特別啊，同埋真係未試過有。香港填詞人會想到這一樣的idea 咯。咦，剛才你沒有提過這隻歌？沒有啊，剛才因為你問很即興，就立刻想到哪隻。即是阿怡你覺得這隻歌很特別是嗎？是啊，很深刻印象。OK， 那就聽多幾次吧。Beyond 繼續努力啊。好啦，好啦，拜拜。OK， 那我發覺所有的 fans 都是女仔多是嗎？那希望他們都是繼續努力讀書。OK， 那今天謝謝 Beyond。